好，大家好，欢迎来到鲲鹏居解说三国杀。在新年之际，鲲鹏居先祝大家这个狗年大吉。前面我说过，我们每隔四期是吧，武将解说做一个不太一样的武将。那么这又是到了第十二期，在第八期的时候，鲲鹏居做了这个神曹操，第四期做了这个 SP 王朗。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再做一个最 bug 的武将，那就是关索。关索可以说是三国杀有史以来最强武将，没有之一。他的获得方式呢也比较困难。理论上说你是需要购买这个人盾盾甲天书礼包才能获得，然后呢在网上比如淘宝上也能直接买。鲲鹏居才开始玩的时候，几年前关索在淘宝上的价格是800多，所以人称关800。但是现在似乎是越来越贵了，似乎已经超越了陈玉，变成5000了，是吧？陈玉是陈3000，现在关索卖价已经超过5000，也是可能是大家都意识到他非常无脑，非常能够提高胜率，然后就越卖越这个紧俏了，是吧？好，这个我们说它最简单，我们等会儿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这个 bug， 非常逆天，非常变态的武将。可以这么说吧，我们这个有一句台词准备的，只要他不被莽死，那么一定是他赢，一定是他所代表的势力获胜。这个武将可以极大的提高胜率，而且操作简单，而且打出来的素材基本上每轮每换每一局都可以拿来当素材。我们等会儿看到他的技能，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可以这么说，陈玉看了沉默，是吧？神司马看了落泪。一个全能的武将，而且还是四体力，不带觉醒技的。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简介，非常简单，就是关羽的第三子，然后在后来跟诸葛亮一起这个平定南方，所以他的这个操作难度是简单。那行，我们直接来看他的技能，因为后面为这个武将鲲鹏居特意定制了这个7场视频，尤其是里面的内奸局，因为别的武将内奸讲的比较少，对他来说内奸比较合适。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技能，真难。末将愿成复制，随丞相出征。当其他角色死亡后，你可以摸3张牌，然后获得以下技能的一个：武圣，就是红色的牌当杀；当先，就是廖化的。摸牌阶段前先执行一个出牌阶段。这要注意，摸牌阶段前你也要先应该这么说，判定阶段前，对吧？好，还有智蛮，就是马术的那个，蛮夷可否不可搅，是吧？就是造成伤害的时候可以防止伤害而获得区域里的一张牌，就是可以拿判定区，也可以拿这个装备区。好，我们还是做了一个机制，做了一个小的简单的说明。它的机制非常简单，死一个人过后你就摸3张牌，然后选三选一三个技能。意思就是当死了3个角色过后，你这个技能就变得最强，是吧？你就同时获得武圣、当先和智蛮。但是呢之后的角色死亡，你还是会摸3张牌，但是就没有新的技能了。好，它的技巧总体说来，我们先给它一个这个定位，就说这个游戏在技能的设计上面，它我觉得主要可以分为4类。一类呢就是伤害技能，比如举个例子，像关羽的武圣，是吧？任何一张牌当杀，红色的牌当杀，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伤害技能。比如决策，是吧？李儒的，包括还有一般蜀国的武将偏向于伤害技能，比如说还有什么，比如说刘琛的战决，是吧？也是，包括刘备的激将，这都是一种造成伤害的技能。好，另外一种呢是一种防御性的技能。所谓防御性的技能，说白了就是卖血的意思，就是你被造成的伤害过后，是吧？这分为2类吧。一类是卖血，你被造成伤害过后你有收益，对吧？你正常的比如刘备，你打他掉血就掉血，他不会有收益。但是比如郭嘉掉血拿2张牌，对吧？好，这是一类。还有一类防御的呢，比如沮授的石碑，是吧？掉一血就回一血。或者满宠的这个预测，是吧？掉血过后翻面亮一张牌，别人要是亮不出来的话，他也可以这个回血等等，这是一类防御类的。还有一类呢就是刷牌技能，是吧？比如我们
前面一期讲山林烽火才讲过的鲁大师是吧，他两个技能都是属于刷牌类的，摸牌类多摸一张，或者是给人换牌也是刷牌，包括 SP 元素树霸是吧，俗称的，这些都是刷牌类的。好，之所以还有第四类，就是这是一类最特殊的，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卖队友技能，我把它归结为就是人就是在别人死过后你会变强的技能。这样的技能呢，典型的就是像何太后，何太后你可以回合外，比如说你是一个反贼，你去毒反贼队友，把反贼队友毒死，你一波摸六张牌有可能大爆发，而且何太后的那个毒很缺手牌是吧。好，此外呢还有一类技能，就是这算主动卖队友，这个还有就是在卖队友这一类里面呢，还有一类叫 被动卖队友，就比如说诸葛诞，诸葛诞是死人过后加一点体力上限回一点血对吧，当你体力最高的时候你会觉醒，然后摸到体力上限的牌，就是一下子瞬间变得超级强，而且特别不容易死对吧。所以这种卖队友的技能呢，你有的时候你要考虑，如果你自己也濒死了，你可以考虑不救你的队友对吧，甚至是收你的队友，因为收了你也变强。好，关索呢当然也是一个这样的武将，他比诸葛诞更加极端，他的这个在别人死之后摸三张牌获得一个技能，可以说是直接极大的提升对吧。我们等会儿就可以看到，尤其是你在比如说主攻或者内奸的时候，你是最希望你的队友死对吧，即便你的忠臣或者内奸死了，你一点都不用这个的，你一定会报仇的，因为你知道反而如果他们不死你被集火反而麻烦。好，这就是一个对他的这个技能定位吧。然后正是由于他有了这么一个很 bug 的技能，可以说这是所有技能里面最强的。我们再做一个比较，比如说神司马对吧，神司马你觉醒以后，虽然那个受印拜印好像是叫你获得了那几个技能，第一你需要弃一张你的忍标记对吧，七个忍标记你才能发动，如果你的忍不够的话，你那个制衡你那个极致你是用不了的对吧，尤其是在比如说你的体力值比较低的时候，你弃了牌过后，你如果要斩忍的话，你爆发就会受到延迟。我们后面神司马肯定是要做视频的，所以神司马的操作反而是困难，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如果操作的好的话会很厉害。但是这个关索你看它是根本不需要有任何限制是吧，武圣配当先啊，我们就讲这个第二个技巧吧，就顺带刚才讲的机制技巧。总体说来，我们在就是选择技能的时候，一般说来我建议优先选择当先，因为当先可以保证你出两张杀，只有那种情况你比如说真的是没有牌你才会选择武圣，或者你快死了然后你怕后面有人放南蛮，比如你手里只有闪没有杀，只有这种情况你优先选择武圣。而我们后面的视频里面也特地选了一场，就是刚好凑巧你是快死了但是你必须要让别人先死，我们看了就知道。好，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先选当先，你手里只要有杀是吧，你回合前可以杀一刀，当你后面回合开始啊，你很有可能又摸到杀对吧。好，然后妥妥的呢就是先武当先后武圣，那么你一定每回合能杀两刀了对吧，我不信你刚好没有红色牌，而且黑色的牌大多数都是杀对吧。好，然后智蛮呢是一个比较偏辅助的技能，比如说你是主攻的时候或者你是内奸的时候是吧，你一个 AOE 收反贼，但是主攻没血了或者你的忠臣没血了，你可以选择智蛮。或者还有一类特殊的情况呢，就是当敌人有八卦阵是吧，当敌人有八卦阵的时候，你可以考虑智蛮给他弄回来，因为关索他毕竟杀是很多的，他有武圣和当先对吧，就像我说的每回合一定能两个杀，所以他比较克制他的呢就是八卦阵。我们后面也有一场视频，一个敌人这个一直有一个八卦阵运气很好，我们也很气。好，这就是对他这个三个技能的定位，其实很简单，因为都是正常的蜀国的技能对吧。好，最后呢是一点点这个克制和配合，正是由于他这个技能这个有武圣的存在是吧，就跟关羽一样，而且他的摸牌量会非常的大，所以他不缺手牌不缺红色的牌是吧，那么他缺的就是连弩，所以对于那些可以给你提供装备的武将，总体说来有可能比较偏中类，在忙的时候或者这个叫什么判断身份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对吧，有哪些比如二张，比如这个吴国泰对吧，
比如还有这个曹红，对吧？都是可以提供装备的。当然你自己能摸到那也是另外一回事了，是吧？好，然后呢，对他的克制，因为他手牌非常多，对吧？就跟陈曹操一样，我们前面做过，他最怕的还是乐不思蜀，但是他摸这么多牌，很有可能摸到无懈，而且场上乐不思蜀毕竟也有限，对吧？所以这个也只能这么说说看的。好，然后第二个技能，我们再看他第二个技能。首先还是展示一下，他还有一款稀有皮肤，好，我们也是有的。好，这个斜方是一个没有这个名字的技能，锁定技，你计算与其他武将的距离减 X，X 为全场女性角色数。这个就是说，在设计上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个真男这个技能，这如果你尤其是你获得同时获得三个技能过后，你是一种非常 bug 逆天的存在，对吧？但你唯一缺的就是，如果别人有这个距离，比如说一个神曹操再带一个加一码，对吧？你加二，你根本打不到他，你要是没武器的话。所以为了把这个武将变得更 bug 更无懈可击，这个又设计了这么一个距离的技能。可以说距离是三国杀玩多了过后大家就会有个感觉，距离在三国杀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所以码数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是吧？自带减一码，尤其是在主类单挑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吧，别人有一个加一码，你要是没距离，你一辈子都只有气闪，只能是吧干看着，是很气的。所以有了这个技能过后，保证关锁，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关锁主攻，二八两个都是忠诚的情况下，你一般说来还是能打到人，对吧？你的爆发不会因此受限制。所以这也可以看出来，如果选女性的角色，总体说来比较偏中类，是吧？你关锁主攻的话，当然我们一开始还没有这个认知，所以中间也可以看到也闹出了笑话啊，但是这都无伤大雅，是吧？毕竟这个武将强度毕竟摆在这儿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武将定位，攻击爆发基本上都是满的，对吧？好，防御力的非常有限，这又给我们提出了，我们可以听听他这个的推理。先赴大任，不敢忘怀。好，他这个防御力比较低，所以我们来放一个这个，所以我们来一个总结，因为毕竟我们做关锁视频，是吧？所以我们要全面的分析这个武将。正是由于鲲鹏驹玩的比较多，所以我也了解这个武将。在场上如果看到别人使用的话，我就只有一个感觉，但愿他是我的队友，对吧？如果他不是我的队友，那我妥妥的必须要忙死他。即便主攻是刘备孙权这种高嘲讽的武将，是吧？我们也不管，先忙死他，如果判断出来身份的话。当然这个呢我就只能说到这儿，因为有些视频呢不太好看，或者说只有一两个场景，我们就没放在这儿了。但是确实如果知道了是敌人，就赶紧忙死他。如果是队友呢，赶紧把木马把诸葛连弩传过去，对吧？好，所以一句话就是，除非忙死，否则他赢。不管你是什么，不管他是什么身份，是吧？只要跟他一波的就赢。如果他是主，他就赢；如果他是累，他也赢；如果他是反，那就更容易赢，是吧？毕竟八人标准局反是有优势的。所以我们后面视频里面反呢，都选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一个双内局，因为双内局总体说来三反就很弱了，对吧？因为你要是强推主的话，两个累都会保主攻。然后你要是中的话，当然也就主中放赢，是吧？好，我们这个关锁就简单说到这儿，因为后面的比赛都是非常美轮美奂的，我们这个就在比赛中我们再来讨论这个武将。好，来，我们来就开始看我们的第一场。因为这个关锁正有我们说到他的这个爆发非常高，而且死人就会变强，所以他尤其适合当内奸，对吧？大家可以看到，而内奸在别的武将里面呢，总体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角色，因为你既需要有防御技能，你又需要有一定的攻击力，对吧？这样你才想收什么的时候，想制衡的时候能制衡得了。关锁就是这么一个武将。好，我们这儿正是由于我们这个是吧春节特别篇，我们就先放两场内奸的给大家娱乐娱乐，是吧？这个关锁毕竟大家获得的这种概率比较小，看到的机会也比较小，所以很多情况下呢就是吧旺旺大佬。这个鲲鹏驹也是没有这个武将的，5000块钱毕竟还是吧我们再买了一些武将，但是这个也比较贵，所以我就借的还是我们好友这个 Dex 哥的号，是吧？来玩的打出来的素材，但是都是我自己亲自打的。好，来，我们就来开始看这个相关的比赛，我们就开始从内奸开始看。好，我们还是把它稍微放快一点，我们这个内奸选将框出了关锁，我们就果断选关锁，我们可以把音乐稍微调高一点。好，
这个主公一来选了一个陈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武将，我们后面肯定也是要做的，俗称自爆小火车是吧。好，我们先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将面分析，我们还是喜欢这个主公陈昏，无话可说。他作为主公有一个优势，就是他这个连货呀，铁索连将可以连四个人，而在军争场铁索连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牌，但是被很多新手玩家所忽略。好，这个借力点总体说来主中类皆可，主中反皆可，因为我们已经是内奸的嘛。好，郭皇后总体是一个偏中类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矫诏啊，可以每回合都放 AOE， 尤其是你的队友在旁边的时候，这个郭皇后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武将，我以后也是肯定会做的，已经开始在准备素材了。好，别的呢，李儒是我们第一期就讲过伤害爆炸的，而且令是我们好友出镜一下，比较偏反，先给他标一个。原主位黄月英总体说来比较偏反，因为他的锦囊牌是无距离的，是吧？而且爆发比较强，总体说来主攻如果遇到原主位黄月英都会忙他。中摇中反的皆可，这个近主位邓艾总体说来比较偏反，因为他的顺是吧，可以顺到头，比如说即便只有一张顺也能顺到主攻。好，这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将面分析，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始看比赛。然后看我们这个关锁，因为场上有两名女性角色，所以我们斜方直接是二，那么直接全场距离减二就已经是非常 bug 的存在，对吧？好，闪电也是很重要的，作为内奸，对吧？好，这个陈昏直接一个南蛮入侵。那我们这个啊，这还再强调一点，毕竟这个关锁，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个回合外防御力比较差，所以一开始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苟住。你看，总体说来无懈可击。如果我是任何一个别的武将，主攻的南蛮入侵，我是肯定不会上无懈可击的，因为无懈可击，如果你中乐是吧，或者被人盲上乐，你都没有用的。但是在关锁这不一样，因为关锁这个真男技能一开始是一个废的技能是吧，如果没人死的话它是一个废的技能，就是这个自带减二嘛，那你再拿多少牌也没有用，不像别人有任何收益或者回合有任何收益，我不需要回合，我只需要不掉血，对吧？说白了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而且我内奸本来也是观望，所以赶紧打无懈，被乐了真好，被乐了强制我们 不表身份，不被人看出来那更好，对吧？所以这也是一个关锁的小技巧。好，我们继续看。好，这个主攻很凶啊，一个 AOE 过后又来一个 AOE， 这个李儒每波牌都帮他，这个郭皇后也直接崛起是吧，我们可以给考虑一个标一个中。好，一看这个陈昏直接去忙这个钟瑶，我们是没看懂啊，他一个南蛮入侵没补牌，没怎么说的，那就是这个古定刀没给他补牌，这个主攻心态就爆炸，非要直接去九杀，直接没想到一下子把这个忠臣直接给打死了，看到没？这就是一个这个昏君就是不能忙，就像我以前说过，就是比如说有些武将，他虽然可以回合前对你有，就是第一轮在他的回合之前对你有这种帮助的技能，但是不用不代表他就跟你不一波，对吧？不代表他就是跳反，当然也有可能跳反，比如说张松，比如说钟瑶就是典型的例子。一开始不给你线图或者一开始不给你补牌，不代表他一定是反，因为他毕竟坐在原主位反贼堆里是吧，他要是跳了的话很容易直接就死了，因为他不跳不代表是中，不代表是反，但他跳了一定是中类，对吧？没有哪个反会想去装中，总体说来是吧，因为反贼是优势局，大家一集火一波推了，对吧？好，这是一个小技巧，这个主攻也去忙，这也属于愣头青是吧。如果换我，你的二的话距离杀一个邓艾妥妥的，或者杀个黄月英，最后证明都是没错的，所以这也给我们内奸很大压力啊。这个昏君主攻第一轮直接裸奔，还死了一个钟，对吧？好，我们继续看先。然后这个钟，这个就是借力点的一轮爆发，又一个南蛮入侵，还好我们啊，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果断选了一个当先，对吧？因为我们刚才我们摸了三张牌，先摸了三张牌过后，我们知道杀是够的，我们才选了当先，一回合两个杀，对吧？好，我们果断出杀。好，他就是一波到处补牌。好，主攻也补牌，完了过后顺过来。好，直接一刀又来补一个牌，当然他后面的牌就用不出去了。可以看，那这个九肯定是后面才刷出来的，对吧？否则直接九杀主攻了。好，到郭皇后，一个郭二拆桥把手牌拆了，再一个郭二拆桥拆加一码。然后直接一个九杀，没想到这个李典手里被拆了一张牌过后没有闪呢，那就比较气。所以总体说来，我们还是那句话，留闪不留逃，对吧？留逃不如留闪在军争场。
因为你会被九杀的，直接又一个忘记，忘记了一次，第二次又来万箭齐发，那就是郭皇后的技能是吧？郭皇后总体说来，她刚才直接两波主攻的 AOE 让她变成最强，那我们妥妥不想掉血啊，对吧？好，直接一波又直接把我们的令哥直接给忙死了。好，可以看到我们摸完牌过后，那肯定选武圣是吧？不必选自蛮。好，你看我这个技能现在已经有两个了是吧，真男当先加武圣。好，这个郭皇后又给主公打无懈，无话可说对吧。好，没想到这个李典刚好刷出来了一个闪，这下就很好玩了。好，他们都没有死，但是我现在是武圣减二马配当先是吧，先行出战，那就先杀一刀对吧，直接顺过来，先把我们先把这个黄月英忙死，免得他等会儿如果我们真的没有收掉的话是吧，比较麻烦，先把他忙死。好，杀了一刀这个郭皇后，因为这个总体说来作为一个内奸啊，这是反贼，我们先给他标回来。内奸有一句俗话叫宁留三反不留一宗，当然这也是一个极端夸张的描述，因为即便你最后剩反贼，比如说主内两反还行，主内一反呢，那各执一方，那都是绝对的应该的，但是你要是主中一反，主中一类的话你就比较麻烦，毕竟二打一对吧，或者主中内反也是比较弱的，也是主中方有利，所以有一句俗话叫宁留三反不留一中是吧，我们也可以考虑先杀了一下郭皇后。好，没有杀得了那就没办法了。好，这个我们也是烧啊，自己放一下闪电，本来想的是这个闪电对我们不亏是吧，又不是红色的牌用不出去，没想到我们当先放了闪电，判定阶段一来直接中，还好我们有个逃啊，不然直接这波就是吧就伤大了。不过也不错，我们摸了南蛮入侵是吧，直接个南蛮入侵，那黄月英是妥妥的再也没有少和砍的。好，那我们直接获得自蛮直接这个真蓝获得这个一个新技能，然后杀死一个反是吧，本来摸三张牌然后再摸三张牌，真蓝摸三张，杀反摸三张，直接又摸六张，那就妥妥无话可说了。好，这一波的时候呢，我们当时考虑还是打稳一点吧，主攻血量不要压太低，压到一血万一我们没把邓艾打死，说不定邓艾手里两张桃对吧，一个两百级的邓艾，他肯定知道要防我们关锁的，遇到队友死他也不会救的是吧，相当于如果我们没有连弩，那这回合也只能杀一次，他如果有两个桃说不定他还能活是吧，所以我们这波直接选择了自蛮，把主攻这个乐拿过来也是对他 不亏的，我们还可以乐邓艾对吧。好，直接一波李典也死亡，又摸六张牌对吧，可以看到这波我们就直接已经真男已经是没有技能可以用了是吧，已经满了五个技能。好，郭皇后也死，那就无话可说是吧，我们又摸三张牌，但是到了这一波我们就可以看到果然没有连弩是吧，这就比较麻烦，虽然我们有二十张手牌，但是没有办法呀，没有连弩的存在我们也只能杀一刀，那肯定杀这个邓艾是吧。好，我们先把桃该吃吃满，直接一个乐把装备各种装上是吧，那就只有一个方天画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考虑又有乐又有兵是吧，而且我们手里再留一个桃，我们这个桃就不打算吃了是吧，我们可以再把主攻的血量一起压低一点得了。好，一个雷杀我们也不自瞒了，直接让他掉血，因为我们不太相信他这个乐和兵能都不中是吧，如果他乐不中那最多不过能兵中乐不中是吧，那他最多就杀一刀是吧，我们不信，因为南蛮这么多他都没出杀，他要是有杀他肯定出杀来屯田，他肯定没有杀了。但是如果是兵不中乐中的话，那更无话可说，他牌都出不了对吧，如果两个都中就更好，我们不信他两个都不中。好，我们继续说，当然他也肯定没有乐无懈可击对吧，如果他有无懈可击他早该用的，果然又中兵又中乐，就剩一张牌。嘿，这个主公也很好啊，这个主公也为我们着想是吧，直接决斗一个反，那么他反击直接屯个田，而且还没屯成，那就无话可说了。好，陈昏直接用他的技能，没想到什么都没用出来，用了一个藤甲，那就是妥妥送我们的呗是吧，两个都是空手牌，所以这就是一盘非常非常简单的游戏，我们直接一刀一杀来，还来了连弩是吧，然后当然还来了火攻，顺手牵羊，我们可以把这个藤甲送过来，然后我们有连弩，我们就卖个萌是吧，杀杀杀杀杀对吧，因为他有一个藤甲，我们就在这卖了萌，然后直接把这个一顺过来再一刀，这局就结束了。好，这个主公也是心态不错，很多主公会愁累是吧，到最后宁愿送反不送累，这个主公愿意送累，这是一个不错的玩家，应该给他点个赞是吧。好，这是我们的第一盘累，这盘呢就赢得比较轻松，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已经残血的七七八八，
你的一个回合直接就爆发是吧，直接就快结束了。好，我们作为类呢，我们也是吧，为了求全面，我们也做了一个类间赢的没有那么容易的，相对来说这么一局游戏。好，我们这局也是一个非常美轮美奂的游戏，大家看到后面就会发现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请收下我的膝盖，只有这一句话可以描述。好，我们首先来进行一个将面分析。这是一个张角主，张角主总体说来在至尊堂里面呢是被唾弃的主攻，因为他的手牌少，血量低，而且攻击方式单一，防御呢也比较弱，而且不能刷牌，不能控制，所以是个比较弱的主攻。但是呢我们是吧，有我们关锁，他是妥妥是不会先死的。好，我们二号位内奸关锁，我们再看别的。这个三号位曹昂，原主位曹昂妥妥标一个反，对吧，他对队友的保护能力是非常强的，就该坐在队友堆里。这个戒吕蒙本来是一个比较偏累的，我们后面也会做，应该会做，因为戒吕蒙我们内奸也是赢过的，但是因为我们已经累了，就是一个累的长，那么他就肯定是反和中。当然他反和中呢，总体说来作为反贼总体说来不太有利，因为他进攻能力太弱，而且觉醒需要等总体说来一轮到两轮，所以而且觉醒过后呢也就看个手牌，作为一个忠诚的可能性比较高。好，巨兽伤害爆炸我们第二期就做过，中反皆可。借关羽呢总体说来是一个比较偏反的角色，因为他可以跟主攻拼点，耗掉了他一张手牌过后还使他不能响应杀，对吧，而且他关羽是不会缺闪的，所以总体说来比较偏反。董云我们也做过，非常 bug 的一个武将，中反皆可是吧。好，关音平伤害爆炸，而且末置位不需要这个杀主攻，直接可以红牌当火攻是吧，当那个他的那个虎啸是必中的，所以妥妥给他标一个反。好，所以这个从将面分析呢基本上三个明反已经出来了是吧。好，我们继续看这个主攻一下子装一个人王盾，再分析一下呀。这个张角主攻总体说来有三样东西是不建议装的，为什么呢，因为张角主攻你必须要靠别人杀你，对吧，杀你的人总体说来是中类，不管二号位三号位，对吧，而且你是非常期盼别人杀你，你才能够有输出，所以你要让别人杀得到你，第一你不能装加一码，第二你不能装藤甲是吧，藤甲毕竟火杀摸到的概率少，但是火攻的概率多，对吧，你反而给别人提供了机会，所以主攻一上来装加一码或者藤甲的那绝对是吧智障或者是不想玩了。然后人王盾呢也不建议装，毕竟红色的杀相对黑色来杀少很多，你看我这一开始我就杀不了你，对吧，就不能让你判断，所以我就只能卖个萌。好，卖个萌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也不想得罪反贼是吧，因为毕竟张角主相对比较弱，我们也想看一下他是吧，要不推张角主或者打忠诚，所以我们这一下呢就让大家都有点摸不着门路。我们一个黑杀这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跳了反吗，还是跳了中呢，显然不是跳中是吧，因为杀没有杀成，那你杀一个没无用的也不是反，因为我们没杀下家是吧，所以这个曹昂也没有动我们，这也就是我们一种自保的哲学是吧。好，吕蒙果断开始囤田，囤自己的手牌，这个巨兽杀了一刀吕蒙，那反而让他觉醒其实不太好。好，这个关羽我们也是真的没有看懂，他去拼关云平是吧，拼自己女儿啊，当然我也是他的儿子是吧，无话可说。他去拼关云平呢他就不是一个反贼对吧，因为他的攻击距离是打得到主攻的，而且主攻人王盾他的红牌可以当杀是吧，那他反而是一个忠诚。好，直接一刀关云平果断掉血，一个蛮蛮那就更证明他是一个忠诚，我们一看非常气，没有杀掉血。好，到了董允，这个董允直接连自己，然后利用自己连了曹昂，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玩家。为什么呢，这要考虑两点，第一是如果杀主攻，这个主攻160级，他很有可能会盲这个曹昂是吧，原主位曹昂是一个基本上任何主攻都是一个明反的存在。这个董允呢利用连自己和主攻过后强行铁锁连环，利用他的技能连了曹昂，就两个考虑，第一你要是敢劈曹昂自己也要掉血，第二是吧，刚好我这个锁把自己反也已经暴露出来了，但是呢这样我觉得其实是不太划算的。为什么呢，因为主攻如果劈出来是梅花的话是吧，你们俩各掉一血他可能是回两血的，当然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我估摸着应该是会回两血的。如果是黑桃呢自己掉两血，你这种想法可以，那如果梅花他掉一血回两血是吧，你其实是亏了，你把自己连进去。好，当然无话可说，
他有他的想法，对吧？啊，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观音瓶是吧？观音瓶这个火焰伤害让大家都掉，他可能我也不知道他是没想到呢，还是就想自己也想卖波血，虽然他自己没不是卖血流。好，这个观音瓶一锁锁一个忠诚卖血，对吧？我们还是考虑他比较偏反，但他这样这个自损八百的方式，我们也是看不太懂的。为什么呢？主公虽然掉了血，这个关羽一个忠诚掉了血，他可能考虑这个吕蒙是一个内奸也掉了血。但他的两个反贼队友也掉了血，对吧？所以你这种我觉得也不太划得来。而且每人提供，哎，这里要提一下，每人还摸张牌，我刚才没说完。但是没想到他去杀这个董允，一个跳反一个明反的角色，那他也是一个忠臣，那我们就真的是看不懂了。好，我们先继续看。那有人要死我们是非常高兴的，是吧？好，直接一波，果然反贼一死，那么一看我们这波见证奇迹的时刻就到了，是吧？我们就来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神器诸葛连弩，毁天灭地第一人，是吧？这个诸葛连弩我们前面已经做过，已经有三个人非常需要诸葛连弩。第一是巨兽，对吧？梅花黑桃的杀可以一直不断刷牌。第二是王姬，也是毁天灭地，这个如果没有看过的小伙伴们可以往前看一看，也是毁天灭地，一个人可以收全场。那么第三个就是关索，对吧？关索当然比关羽更需要，因为他牌多嘛，关羽毕竟牌没那么多。好，我们这波直接获得了当先，因为我们一看这个手牌的话，总体说来自满我们觉得是我们这个武圣我觉得是不太需要，其实这个地方可以考虑选武圣，因为我们毕竟有 AOE 是有连弩的存在。好，当时我们可能也是比较套路思维吧，先选了当先，现在分析起来武圣比较合适，因为可以保证我们可以杀，可以一直杀，但这有一个加一码我们也杀不到，但我们减一码加协方也不怕。好 ，anyway 吧，我们选了就不说了。他又去杀这个一个跳钟的关羽，我们是真看不懂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反正 anyway 吧，对我们来说场景越混乱就越好，是吧？好，这个关羽直接吃了一个桃救回来了。好，到了这个张角的时候，这个张角一个木马一装，他不太好判断。如果我是这个主，大家也可以看到，在不知道关索是累的情况下，有可能是中的情况。你看我们因为黑杀杀了他一下，他自己可能考虑，哦，因为我装了人王盾，一个忠臣关索杀不了我们。那他看后面只能知道这个借关羽可能是一个忠臣，这个观音瓶我们是真看不懂。然后这些人都没有动，基本没有动，或者在累乱杀，所以他不动也是一个明智的一种打法。他也没有去杀曹昂，可能是因为杀不到，也没去杀别的人，也没什么意思，对吧？好，到我们的回合，我们的这个回合我们考虑已经死了一个反贼了，对吧？而这个关羽是一个明忠的存在，而且他一滴血我们收了他，我们可以爆炸，对吧？我们不如直接把他杀掉得了，一个火攻他亮一个红桃，我们一气闪。没想到这个曹昂直接救，当然这个曹昂有两种考虑的，第一他可能觉得这是队友，当然我不太觉得他是他的队友，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最直接的限制我们关索。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经常会出现失了智的状态，就是当你选出了一些非常 bug 的武将，典型的就是神司马和关索，场上就经常会出现主就反，中就反，然后反就主，反就中啊，当然反就主不太可能，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是吧？就是为了避免你一波收全场，或者就是这也是一种思维吧，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收全场到他的回合，他有可能就会完成他自己的使命，对吧？所以他救了一下我们很气，但我们直接冠师府一装，我们还有这个刚才是当先是吧，现在才摸牌，你看我们又来了一个连弩，这也是非常搞笑的，有些时候根本摸不到连弩，这一波去摸两个。好，直接一刀无话可说，杀了一个忠臣，直接一来获得了武圣，那就是我们直接 bug 的存在了，是吧？好，到我们了，我们这个过河拆桥想把他的这个手牌先破坏一下，这样才能杀。好，这一波我们先乐了一下，然后一看我们这个手牌呢不是特别好，我们杀不完，是吧？毕竟这个曹昂牌那么多，而且我们可以这样，是吧？我们现在还属于在庄中的情况，是吧？因为这个曹昂我们不知道，哦，我们现在是属于庄反的节奏，因为这个借关羽比较偏中，是吧？我们把它收了过后，让后面的反贼以为我们是知道的，而这个曹昂因为救了他，我们继续搞他也是没问题的，在另外的反贼眼里，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偏反的存在，对吧？你要是一个反贼的话，你不应该去救他，对吧？在别的反贼队友眼里。好，然后这个曹昂中了乐不思蜀，那还是比较好。我们继续这个借吕蒙直接去看后面的这个居士，我们是没有看太懂他是什么意思，他也没看主公，
那他就是一个偏中的角色，我们还是先放在这儿吧。这个居兽一来又放蓝蛮，我们也看不懂了，反正大家就一顿瞎打是吧。好，我们当然肯定要出杀了，我们不想掉血。好，到了这个观音瓶，观音瓶直接去忙这个曹昂，那确实就证明他是一个中，这主公却又去杀他，我们是真的看不懂什么意思。反正无论如何吧，游戏到这就快结束了，为什么呢？就到我们屠全场的时刻了。好，到我们的回合，我们直接一波杀这个观音瓶，管他是什么是吧，你在这瞎打我们把你收了得了，也没人救他，因为没人认为他是队友。一刀杀了一个反，直接摸六张牌。虽然这个主公给我们贴个乐也是很气啊，想限制我们，但是没关系啊，我们有自满啊，我们有当先是吧，当先的回合一下收了一个反，再摸三张牌，摸六张，还来了 无懈可击，所以乐我们也是不怕的。好，我们继续，这个时候就直接开始杀曹王对吧，血量最低，因为刚才他被乐了，他也没有跳过身份，还比较偏中，因为他救了忠臣。好，我们一刀杀他有闪，我们继续杀，这波他就没有闪了。就说曹昂这个技能啊，虽然看起来很厉害，但是毕竟你每回合是吧，别人杀你，你摸一张牌，你不见得真的能摸到闪九桃，很有可能摸到装备锦囊或者杀，对吧？因为杀和闪的比例是差不多的，你要这么考虑。好，所以一看这一波他就开始求桃，那后面肯定是没人救他的。一下，那这一波直接又爆炸是吧？又杀一个反，摸三张，再来三张。你看我们刚才一开始的这个将面分析，这两个是明反对吧，他果然实际上是反，只不过关羽居然是中，就比较麻烦了。好，到这一波的时候，这个戒吕蒙我们不太想去杀他，因为毕竟有八卦阵，而且手牌多，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巨兽杀了，妥妥摸牌对吧。好，一刀下去石北，再来一波他肯定要出闪的，我们再来一波，这个无懈都用了，再一刀，那后面救都救不回来是吧，需要两个逃了。石北我们也讲过机制，那妥妥死了是吧，直接中一死又摸三张牌。好，这一下好，我们要把这八卦阵顺过来，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了，对关锁来说克制的牌两个，第一是敌人的八卦阵，第二是你的乐对吧。好，那无懈可击，我们妥妥还有无懈可击，直接把这个八卦阵拿过来，又开始杀杀杀，还有闪继续杀。好，又掉血，又一个杀。好，他自己有桃，我们继续杀啊一下，那就无话可说了。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最后就主内反了嘛，所以他肯定是一个反贼的存在。所以我们一杀他，摸三张牌，再来三张对吧。好，我们技能也到了最高级的程度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波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这个主公都在问要不要投降，那直接不用你投降是吧。首先拆一下手牌，破坏一下他的闪，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因为主公是张角劈我们一下掉两血是吧，还是比较麻烦的，但我们这个血多，有桃有酒我们也愣头青，直接一刀一个红杀，他闪了过一劈我们，直接换青钢剑把酒拿回血，我们掉两血，所以这一波就有点伤是吧，总体说来。但是不必怕的是他拿了一个酒上去，他不见得有闪呢是吧。好，我们继续先吃一个桃，再来杀。这个有人王盾的存在，但是我们有武圣也不怕是吧。又来一刀直接掉血，一个五五风筝，又一刀继续。然后还有过这个武圣是可以用红色的牌是吧，减一马也当杀，再一刀。好，这一波到了无懈可击，因为刚才一直还是处于我们当先的回合，可以看到这就是关锁这个武将真的是 bug 的存在。这个主公还以为乐是吧，我们手里还留了无懈的，直接一个无懈可击，一个顺手牵羊把这个木马顺过来，因为木马也是杀对吧。因为我们担心的是如果顺他手牌的话，不知道顺出来什么幺蛾子，万一顺个武器什么的麻烦，顺个木马，木马也是杀对吧，直接一刀杀，因为他是有酒的存在，那就可以说明他最后一波最后一张不是闪对吧，有可能还是酒，直接一个酒木牛牛马一刀求两血，直接你看主公也就说这个角色无敌。好，就是一波非常恢宏的内奸胜利是吧，根本不管你们是不是在大乱斗，我们就是一个连弩突全场。所以这个关锁大家也可以知道，就是很多情况下有些时候你才用出来的时候别人不知道，所以你也就有先机，别人不会盲你是吧。但是如果别人都知道的话，可能盲你的比较多，你也有可能会一开始或者是被仇富是吧。很多人如果你选出神将嘲讽太高了，你就会容易被人无脑干。好，所以我们看了两场内奸过后是吧，也就知道了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无敌的存在。然后我们就来看看正常的主中反这么一种比赛。好，这个我们一来选一个，我们是主攻，然后选将框里有关锁是吧，果断选关锁。这个玩了内奸过后再来看主攻，他的玩法就不太一样了。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非常气啊，先是杀杀杀酒，换波手气卡杀杀杀杀，再换波手气卡又是杀杀杀杀，
那这一波呢还稍微好一点点，有一点能看的，对吧？因为关索我们说过他一开始回合外很弱，所以说总体说来刷手气卡是我觉得是必须的存在，是吧？调整手牌来闪来九来逃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先来做江面分析，摸好了牌来。这个第一是这个进主位赵云，二八后位流氓云，直接标一个反，无话可说，是吧？肯定是要抢我们手牌的，不需要距离，因为流氓云能限制他的就是距离，就是加一码而已。如果他没距离的话，那他直接是吧，就妥妥的。好，别的武将呢，我觉得中反内皆可，是吧？无话可说。这个剑马超呢，总体说来伤害比较高，可以先给他标一个反。二张贾诩这些都是中反类，都是比较强的武将。好，我们首先忙一下这个流氓鱼，无话可说，拆他，但是我们不想杀他，是吧？不太好。这个二张直接一刀，那就是一个跳钟的存在，是吧？那是绝对一个钟。这个曹仁也是不离早不离线，迟不离线，刚好到这一波中了一个九杀离线，而且还弃了一波牌，这也是这一波。不过呢，我们也不是靠这一点，是吧？他即便不离线，他也打不过我们。好。这个曹仁无话可说，到了剑马超，剑马超没想到直接这个叫什么乐过了，而且他还去拆流氓云，那就是一个跳钟的存在，是吧？好，我们继续看，周泰也不补，那周泰也是一个钟类的存在。好，这下钟类基本上已经齐了。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流氓云，各种类型的赵云都怕剑马超，对吧？甚至是神赵云，神赵云的最大的特性就是剑马超，就他这个非锁定技失效。好，我们继续看，枪枪谁都没打，因为打不到，这边肯定是他的反贼队友，对吧？好，一个借刀杀人，我们一个无限，这个曹仁跳反，对吧？好，这个贾诩直接一波跳把我们马射掉，无话可说，是一个反贼。好，直接一个南蛮入侵，我们没看懂啊，那我们肯定要出杀的，是吧？不想再掉血了，毕竟没死人，我们真难是一个没用的技能。好，一刀杀我们，果然是一个反贼。好，二张没给他起。这一波呢，一看我们虽然有一个万箭齐发，但是我们不太想被流氓云抢，他要是杀当闪是吧，又抢我们牌把桃拿走了，不太好。我们不如弃给这个忠臣，是吧？有二张是队友的时候，这也要注意，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吧？对，装备不要自己装，让二张装，这样可以变相多刷一张牌，说不定刷出无中，一下逆转局势是吧？我们直接弃掉给他，那他肯定妥妥的把八卦拿去给我们装上。好，给我们装上，然后给马超又借了一个武器，然后像铁索连环，曹仁也是，我们曹仁前面也做过，防御力非常强的一个武将，直接用白银狮子当无懈，自己还回血，很划得来。一个红决斗，决斗贾诩，无话可说。然后二张还有一个技巧呢，藤甲给敌人装是吧？毕竟人称兽医也是不好的东西。好，给我们基本装满了，很好。这个曹仁直接把这个武器拿过去，但是被无懈掉是吧？无话可说。这个周泰还帮我们，是一个不太明智的做法，他可能不知道我们关锁有多么 bug 对吧？还是火杀一个反。好，又来雷杀我们，一判没判过，又掉血，直接把我们加一马射掉，无话可说。这个流氓云本来可以抢我们，但是我们是吧八卦判对了，这个二张可能是点错了，我们吃一个逃过，直接又一个九杀。因为刚才可以看到这个曹仁是翻面翻过来，他没摸过牌，我们觉得他很有可能还没闪，因为刚才一开始被九杀对吧，又一个九杀，直接一个万箭齐发，那么这一波就爆炸，他还有一个九，因为我们手里还是南蛮的存在，他一抢没有抢到我们南蛮，这个周泰也是很用心的，他一个内奸还给我们补牌，因为这两个角色里面基本上只有周泰能当内奸，二张的防御能力太弱，当内奸不太合适是吧？又一个南蛮入侵，那曹仁是妥妥的不行了对吧？啊，还被救下来了，当然无话可说，还给我们补，那我们很气，还没死得了对吧？好，二张中了乐，无话可说，到了曹仁，曹仁还在依然坚挺是吧？一个杀一个顺，顺被无懈掉，这个周泰打了无懈。好，又守一波土，但这一波呢，这个马超的谁能抵过我这一击，他还抵过了是吧？好，周泰无话可说。好，然后孙尚香中了兵也无话可说，没有距离。到了周泰，周泰又来火攻我们，火攻我们梅花弃不了，也没有杀是吧？好，又中了乐流氓鱼，又到我们的回合。好，一看我们这回合，首先第一闪电没有中，闪电要中的也比较麻烦是吧？好，我们手里是有距离的，一刀杀没办法，只有吃一个桃。这个我们反正手里牌也少，我们以免被流氓鱼是吧摸个距离把我们牌拿走了，
我把桃磕了，因为毕竟后面的忠诚的血量也还比较好。好，这一刀曹仁是真的活不了了，是吧？然后我们直接，哎，这一波我们还是正常的来一个当先，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个杀了，对吧？如果当先的话可以杀两刀，像流氓云我们不想去动他，但是这个贾诩妥妥可以杀他，是吧？好，我们继续看，直接这个藤甲火铁索连环连起来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流氓云总体说来不太想杀他，但这波的这个剑马超居然杀火杀被他挡住了，是吧？被他真的闪过去了。好，一个五谷风灯，在那个角度五谷风灯基本上就是一个跳类的存在，因为三个反贼先选。好，过拆桥拆了我们加一马，让这个流氓云能抢我们的牌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贾诩手里还是没有好牌，他当然不敢觉得我们呢，但因为觉得我们牌这么多，虽然我们没有五胜，但他可能手里也是没有杀的存在。好，这波比较气，他一个连弩装上顺过去八卦，是吧？还有顺把我们木马也顺走来抢我们牌，还好抢到了一个，只是抢到了一个桃园结义，他手里就没牌了，是吧？他要是一直有闪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凶的存在。就是我们也说过，连弩也是流氓云的神器，对吧？因为一直可以抢你牌。好，无话可说，我们想把木马拆掉，但是被无懈掉了。好，我们先来考虑杀孙尚香，一个杀再来一个杀，好，都被他闪掉了。我们想拆连弩呢，也被无懈了，所以很气。好，还好的就是直接一个火攻，再一个决斗，再两个决斗，哎，这一波贾诩把他救了回来，但到了剑马超，是吧？那是肯定闪不过的。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孙尚香非常怕，直接把这个木马都已经弃了，为了判还没判中，别人是青钢剑呢，你没看到吗？是吧？这也就是一下疏忽了，是吧？好，直接一波，我们直接五胜一来，那就是一回合妥妥两个杀，是吧？无话可说，肯定是能赢的了。我们看到这种场合，我们就知道，两个忠诚都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还这么。这个技能还已经大爆发了，可以看出这个关锁我们经常都戏称，是吧？叫关锁大魔王起飞，这个带大家飞，是吧？如果有队友的话，你就跟他飞了已经。好，这个贾诩一个无踪被无懈掉，流氓云现在我有加一马，他也打不到我。好，到我们回合，那就直接把这个内奸也连进去，开始每回合两刀，是吧？一刀杀，再来一刀杀。这个贾诩一个小脆皮小白板肯定是挡不住我们的，是吧？好，直接还给我们上一个藤甲，反正他刷牌嘛，别的他不太愿意给这个贾诩上藤甲，杀了我们不见得杀得了他，对吧？给我们装藤甲刷一张牌也是划得来的，其实可以考虑给剑马超装，以免我们被火攻。好，我们继续，这个流氓云加一马拆掉一刀杀，他是连闪当杀都打不出来了。好，再来一刀，这直接妥妥的，是吧？如果没有逃就没有问题了，直接摸六张获得自满，无话可说。好，直接先拆了一下手牌，因为我们之所以拆手牌呢，就因为我们有自满的存在，是吧？不太怕的，我们把这个连弩也顺过来，这个我们不太想顺他手牌啊，顺他手牌周泰可能给他补。好，直接这个连弩一来，我们这个直接这个刚才还是当先的回合，现在才到我们自己的回合，乐了一下，然后让二张把武器拿过去，但他武器呢他也装不了，是吧？好，一下这个流氓云直接抢了一下手牌，八卦都不愿意判，但是有剑马超的，是吧？专治各种赵云包括流氓。好，这个时候周泰再跳反已经有点来不及了，老实说他跟我们单挑是妥妥的，就是个肉包子被我们打。好，到我们回合，我们也直接不管了，你看我们直接用桃先当杀，为什么呢？就是怕他抢我们，对吧？那被他抢了还是划过来，所以桃用了，就像在司马懿有司马懿的情况下，你先吃了桃再对他造成伤害，免得被他拿走了，对吧？好，一刀他果然抢我们，把南蛮抢走了，那我们是不怕的，直接一个九雷杀，没想到他还判中了，这就很气。我们还是继续用桃，可以看到这个八卦还是很克我们的，是吧？他全中，这也是他运气非常好，直接把我们手牌反而打空了，这是我们很气的地方。好，到了剑马超，剑马超青钢剑配他的这个铁骑，是吧？这个流氓云也没办法，气一个南蛮出闪，为了保持血量，对吧？好，到我们回合，我们没牌可出。好，我们准备囤一波，没必要杀他，是吧？杀他他有可能牌被拿走。好，这一波这个二张已经看不出来了，觉得我们这个太弱了，是吧？在流氓云面前，所以流氓还是强。他直接把诸葛连弩顺过去交给剑马超，因为剑马超如果出两张杀流氓是妥妥要死的，对吧？又抢不了牌，而且还要弃张牌。好，到了剑马超那就见证奇迹了，直接一刀，
周泰直接这个出了桃，再被火攻一下，那我们又摸三张，后面就很简单了，对吧？好，所以这局主攻呢，总体说来还稍微困难了一点，是吧？这局因为总体说来一个八卦也比较厉害，然后后面我们直接自瞒，这个杀他把他的东西全部拨过来，是吧？因为我们对他造成伤害也没什么兴趣，反而把他减一马呀、人王盾什么加一马呀、人王盾拿走了，大家都杀得到他，是吧？就相当于打这个打沙袋一样，是吧？就随便我们杀。两个创裸手牌古令刀，一刀两血，一刀两血，但是他在创的时候呢也就掉一血，不过直接投了也就无话可说了，是吧？好，哎呦，我们要稍微讲快一点了，后面的视频还比较多，我们这个就放快一点，因为这个总体说来大家就看一个热闹，是吧？也就符合了这个关锁，是吧？春节特别篇无话可说。好，我们稍微看快一点了后面，因为这个否则的话太长了，大家可能也看不完。好，我们这波又是一个主攻，先来一个简单酱面分析，是吧？本来三个女性角色比较偏中类，但是我们当时没考虑这么多，接拉条比较偏反，因为他总体可以乐我们比较吃他的克制。这个离婚禅这个太吓人了，是吧？我们也先给他标个反。观音瓶呢，这个攻击输出比较高，可能也是比较偏反。灵统总体是偏反的角色，借力点和贾诩中反类皆可，是吧？好，到我们回合，首先我们忙一下，是吧？我们斜方有三的距离，直接忙这个灵统一个火攻，顺了一下借道桥，免了被乐，然后杀一个荀彧，看他补不补牌，果断给我们补了。那我们继续顺这个灵统，免得他用弃不了技能，是吧？弃不了牌的技能，我们把他直接无懈，要忙就忙到底，是吧？你要认就忙到底。因为这个地方要说一下，作为主攻，你要么你就别忙，你要忙你就忙到底，因为这样的话你的优势才能发挥得出来。你各忙一点，是吧？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你不如把一个人打废，如果他是反贼的话，你就大赚，你就大优势了，对吧？这不仅是关锁主攻，任何一个主攻都是这样。好，这个狗货荀彧直接来帮我们，那就是一个偏中的角色，是吧？好，我们继续看他直接去限制一个借大桥，无话可说。好，这个贾诩直接跳反，对吧？然后木马给这个灵统是非常需要木马的，木马给回去直接拿走我们两张牌，我们肯定要出反出闪的。他如果要灌我们，我们也不亏，对吧？好，这个李典又是一个跳反的角色，好，无话可说，让这个荀彧中了一个乐，因为我们已经中乐了。好，借大桥中了一个乐，这个一个火杀过后大家掉血，但是荀彧补三张牌无话可说，他再来一个桃园结义，那就是让荀彧再补回来，对吧？那就是一个比较偏中的角色。好，这个观音瓶呢对我们造成伤害，然后还连了一下荀彧，那我们是一点都不伤的，对吧？直接给我们补了三张牌，还补出一个无懈。好，乐一来直接无懈掉到我们回合，那我们肯定还是因为我们距离减三打全场，是吧？先杀这个回合外无防御力的灵统，而且这个也是一个搅屎棍，一直不断可以弃牌。我们对这个贾诩呢暂时还没那么大的兴趣，毕竟他有木马的存在。观音瓶呢越杀他越麻烦，对吧？而且我们红色的杀就一个，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还是处于白板的状态，所以比较伤，是吧？如果队友要死，我们这个桃是肯定不会救的，这儿可以补充一点。好，我们继续看这个离婚禅在这吐槽说，狗货选女性角色你还打。好，因为这个狗货说他不懂关锁技能，无话可说，然后又下我们的牌，他直接下这个借大桥，因为大家已经基本看出来了，是吧？四个反借大桥是一个内奸的存在，这个没想到借力点去杀这个一个古令刀九杀，求三个桃，本来两血是吧？掉三血，本来一血是怎么回事？古令刀九杀，哦，那是四滴血直接求两个桃，那我们肯定是不救的，对吧？他即便是中我们都不救，啊，我们当时还是救了的。当时还玩的不是那么这个，后来才知道这个是吧？送队友的这么一种节奏。好，直接一个离魂，离了过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很气是吧？好，这个借大桥果然跳了一个内奸，或者跳了一个忠臣，好，无话可说。这一波我们就妥妥救不了了，那一下直接爆炸是吧？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反贼千万不要，关锁要是主攻，反贼千万不要动中类是吧？因为他妥妥不是你队友。就我们刚才说过，关锁在场上只要不是你队友一定先打关锁，大家记住这句话，无论什么状态下嘲讽永远是一万，对吧？即便如果说如果说孙权是吧，扎拳是一百的话，关锁的嘲讽值一定是一万。所以这个观音瓶去收一个泪，这就是是吧，陷入了常规思维。一下我们三张牌来一个当先，那就无话可说了是吧？
一个火攻先攻一个甲许，因为甲许毕竟脆皮儿，而且我们火攻红色锦囊，对吧？一刀，好，他没有，然后完了过后再一刀，他这个没想到木马里面有桃是吧？他救回来了，但是再一来把木马一拆，直接跟我们拼点。那我们拼点，我们肯定要出一个小的，是吧？七是我们最小的，因为我们这些也是杀，无话可说。狗货让我们把他拼死，那就无话可说了。摸六张牌，获得了五胜，那这下就是妥妥一回合两刀，是吧？好，再到后面，再往后面看，他们还去杀这个离婚蝉，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是吧？又一刀，当然他自己有桃还救回来了。好，离婚蝉翻过来，这个观音瓶还去杀他，我们真是没看懂。那死就死呗，看这一波我们就直接没救了，是吧？因为我们知道肯定能够爆炸。一个南蛮入侵，还好这个狗货是有杀的，因为我们考虑他是没有杀，没有逃，所以不用怕。他刚好有杀那就更好。然后一个南蛮入侵，直接有，因为我们已经有自瞒了，直接自瞒一下就行，是吧？我们也能收放自如，可以这么说。直接还让我们摸牌，直接一刮上来过后，这个就杀这个灵童。要是没逃的话，直接就死。当然他有逃，但是这只是我们当先的回合，是吧？连起来一个九雷杀，妥妥掉两血，这一下就很 bug 了，是吧？无话可说，又摸六张牌，对吧？这个观音瓶也死，再摸六张牌，那就无话可说，想怎么杀就怎么杀，是吧？还把他的八卦这些拆一下，默默悠悠的一个决斗，对吧？好啊，当然他还有我们一个万箭齐发，让他掉血吃个桃，自己补三张牌，无话可说。所以看到这个关锁是一个非常 bug 不无脑的存在。只要你卖了队友，只要有人死，你就爆炸，你就起飞，对吧？所以这个胜率非常高。当然只有后面我们再看到这几场主攻过后，我们后面看这个忠诚，因为忠诚还不太一样。忠诚的话，如果说这个反贼去集火你的主攻，这还比较麻烦，还需要一点技巧。好，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因为正是由于我玩的多嘛，所以把关锁的各种情况都给大家做出来。好，做了两局主攻过后，我们再来一局比较这个这局也是比较有意思，我们把它做出来，因为是一个双擂局。双擂局总体说来在至尊场是很少看到的，很多人不太会玩，而且很多人不愿意玩，所以在自由场里呢反而还有时候能玩到，打出比较有趣的素材。好，这个张角一来屁我们，那是一个妥妥的跳法啊。我们江面分析都忘了，是吧？狗货总体说来中反类皆可，是吧？这个戒吕布原主位比较偏忠诚，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血多，是吧？在反贼堆里不怕。这个无限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如剑啊，暂且如剑嘛，是一个辅助性比较强的角色，中反类皆可啊、比较不会是累。好，别的人呢，这个朱桓是一个非常无用的武将，是吧？树霸无话可说，比较偏中类原主位，可以先给他标个类尖吧。好，然后我们继续，这个狗货跟我们补了牌，那是一个忠诚的存在，是吧？好，这个张角你要乱跳是吧，马上就吃我们九杀，直接就成一血了，嘿嘿。而且他这个南蛮他也没放，火攻也没放，那是一个放弃的存在，是吧？毕竟双类局推主其实不太容易。那么直接哎一波这就很舒服，直接摸六张牌，这个狗货果然是一个中的存在。好，这个朱桓直接一刀杀，然后诱我们的敌，那我们直接是吧，随便让他摸一张，他拿了我们一个等一下，我们都没看清楚，他拿了我们的我们让他弃置了他的火攻，是吧？他就可以拿我们一张。好，拿了我们的顺手牵羊，也无话可说，直接一个九雷杀，我们一看居然是救不了的，但是不怕，是吧？我们直接又一来继续，一下子又获得当先，再摸三张牌，是吧？他杀了我们忠诚，其实我们是不伤的，我们肯定会为他报仇，对吧？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吕布什么都没干，那就是一个累，我先给他标上，这可能是一个反。好，这个吴建一看他被过拆被杀又被南蛮，我们要考虑一下了。如果这个诸葛亮是一个忠臣的话，他应该不会这么做，是吧？他应该去杀那些反贼，当然他也有可能是反，但是我们考虑如果这个吴建是一个忠的话，我们可能会还比较难打，因为毕竟他一个女性角色给我们提供的减一码，对吧？而且场上就他一个女性角色，他很有可能是忠臣，我们不如暂时救他一下，是吧？免得去赌那个，当然他也可能是反，既有可能是中，他杀下家也可以，但他主力说来应该是吧，把身份表的明一点。好，我们帮无限打了无懈可击过后，直接他拆了一下这个，然后一刀，这个诸葛亮因为没有空城，手里还有牌，对吧？没想到他手里还有一张杀，那就是骑手的手牌不太好，一下死了一个反，我们顿时又摸三张，那他果然是一个忠臣。好，获得了自瞒一个桃园结义，然后一个这个代燕给我们补了一张，刚好补了一个桃，那也很好。
那我们后面就妥妥杀这三个了呗，这肯定是一个鸣钟，是吧？古令刀拿来一刀，你看这个地方是一个两个裸奔的存在，但是这个元素是吧，毕竟我们一看手牌只有一个雷杀，后面也不见得再摸到火杀，所以不如把这个朱环不知道他是什么先杀了来一刀，一个无中再一刀，是吧？那后面肯定是没人救的，没想到他是一个内奸，我们又摸三张牌，无话可说。那这波呢就很气，因为没连弩的存在就气了这么多牌，对吧？好，到了树霸，树霸摸四张牌，然后没办法，直接弃了一个九和火杀。这个吕布来借我们的刀，我们不想把刀给他，因为刀给了他过后，他就打得到我们了，否则两边都打不到，对吧？而且他的一刀呢，这个无界也果断，是吧？出不了两张闪要掉血的，所以不如我们杀一刀让他掉一血，因为我们手里留了两个桃，肯定这个忠臣是不会死的，让他没距离更好，一身气力没用，对吧？好，他这一波。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怎么操作的，这地方没有动了啊。好，这个元素是给了他，让他来决斗我们是吧？啊，让他去决斗无间，这个无间掉血，但他有酒，喝了一个酒，然后这个无间也很刚烈啊，让戒吕布摸牌，然后去决斗元素，那戒吕布正好没有距离，把加一码摸走，对吧？好，到我们的回合。到无间的回合，一下子回血是吧？来了一个这个藤甲，但是他这个带焰这个技能不能再让我们了，否则要体力流失是吧？哎，不错的是刚好来了一个火杀，那么火杀先留一下，普通杀，因为我们有距离是吧？首先杀一下吕布，杀完过后回合开始。哦，是字吗？是在回合中才摸到的这个火杀。当然这个元素这一波已经把藤甲去掉了，就无话可说了是吧？好，一刀再让他决斗元素，这也是不亏的是吧？无界，好，一个五谷丰登，我们把这个元素直接无卸掉，因为我们手里是有古丁刀火杀的存在是吧？好，一刀没想到判出来红的是吧？但我又到我们回合，一个铁锁连环，直接又一个火杀，没想到还判对了，这也就看出来八卦阵对关锁的每回合两刀还是很伤的对吧？好，这个元素杀不到人，只有杀我们，把我们刀拆掉啊！一刀两个闪，这个无间也是，因为这个无间这回合，虽然凉血他没有考虑掉血，然后让他决斗元素，因为决斗了元素，他要是再摸三张牌的话，他可能觉得不太好打，但实际上决斗元素也行，是吧？无话可说了，这个元素又过了。好，我们还是回合两杀，一个桃当杀，没想到元素又过了，再一个杀，哎，这波没有到。我们直接把他八卦拿来得了，因为戒吕布肯定有桃的，对吧？这是一个策略，因为这个八卦克制力比较强，但没想到这个元素刚好刷出两张桃，他也不亏是吧？而且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菊花刀的存在。好，现在就果断让他掉血是吧？一刀再一刀。好，无话可说，我们装个加一码，元素就打不到我们。哎，没想到他又来两个桃，这也是他运气比较好。好，这个吕布可能是断杀。好，这下杀，决斗决斗，这个吕布肯定是要救他的，但他肯定是救不了的，因为到我们回合开始又是两杀对吧？好，无话可说，没想到这也是一个内奸是吧？双内局这两个内都跳反，这也只有在我们关锁的存在是吧才能存在。好，后面就很简单了是吧？就直接杀了，我们就简单看看就行了。好，又让我们摸了一个桃，运气也是不错的对吧？好，一刀再一刀，他有两个闪，但是已经裸奔了，他存的手牌也就没有了对吧？好，我们继续看，直接一个九杀，哎，这个反贼直接投降，那我们就直接兵不血刃这个获得了胜利是吧？好，我们还是 MVP， 这无话可说，每局我们显然都是 MVP。 好，大家这个主攻已经看的这个有点怎么说，有点审美疲劳了。好，我们再看第三个身份，这一局是我感觉打了这么久关锁忠臣里面最为精彩的一局。就如我们刚才所说，关锁在回合外嘲讽值非常高，本来应该吸嘲讽，但是呢在忠臣这个比较特殊的位置上面，你很怕强推主攻，当然内奸你也怕强推主攻了。好，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将面分析，这个细字材有先辅对吧？不知道他辅的谁，这个张角直接忙个借马超，借马超和黄忠在张角局基本标一个反，两者都是让他不能出闪，出闪也不能劈人对吧？好，借大乔也先标一个反。好，别的人呢中反内皆可，我们因为是忠臣是吧，所以我们先要才这个好好判断场上局面。好，直接让他中了兵剑马超，这个剑马超什么都没跳，这个手反不跳输一半呢，我们是看不懂。好，
这个介大乔还比较愣头青，有可能22级的原因，挂个青钢剑，本来挂人王盾的主公都是昏君是吧，还强行去杀他，这个主公也愣头青，别人杀你的话你可以考虑劈他，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了，当然他也还没跳，有可能是中类吧，这个有可能中类的话劈个剑马超呢也不亏。好，我们继续看这个介陆逊，这个介陆逊说22级，没想到这个介大乔又流离给主公，那他就肯定是一个反贼了对吧，当然也不见得，他觉得张角还有闪，但张角没，应该没那么多闪。好，我们是一个忠诚的存在。好，主公这一下就有杀了，那我们赶紧跳钟是吧，我们不太想让他血量再掉，我们直接用了一个无懈可击去保护这个张角，但是这个曹彰那又是一个反贼，他也在无懈是吧，毕竟让张角掉血的话，血量低了他也留不住闪。这个细致才斧的大乔那妥妥是一个反贼对吧，盲斧的没有斧主。好，直接一个红让他自己摸的，因为他也判断不出来大乔是什么东西。好，这个曹彰又来一个南蛮入侵，没想到直接这个细致才就挂掉了，本来细致才我们后面马上就会做，也是一个逆天的存在，但是没想到他死这么快，那我们直接一来是吧，直接就获得一个当先，无话可说。好，我们再帮张角无懈。好，这个又一个决斗，这个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虽然我们现在是有当先的存在，但是这个主公马上就快挂了是吧，我们也是很气，尤其是后面还有一个八号位的黄忠的存在，因为前面这个大乔我们确实不是特别看得懂，陆逊呢我们也不是看特别看得懂，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手反马超没有跳，如果可以说马超是一个内奸也有可能啊，因为他毕竟伤害高吧，如果马超是内奸的话，这个黄忠有可能是反，因为毕竟三反的局还有三反，所以我们必须要不就是把这个黄忠勒住要去忙马超的话，要不就是把这个黄忠一波打死得了。好，桃我们肯定是不敢吃的，一个顺手牵羊顺了一下黄忠，顺了过没有杀，但是我们还是想先把这个明反先给他搞死得了是吧，一个火攻，好，果然死掉，我们直接摸六张对吧。好，到我们这儿我们就要想象一下了，这个剑马超如果是一个内奸的话，黄忠还是有可能能杀张角，尤其是如果黄忠转过来九杀不能出闪掉两血，我们就是没有两个逃的，救都救不活，张角肯定是 不会是逃九的，那我们果断把这个黄忠忙死得了，他很有可能是反对吧，我们刚才说过了，先把他拆了一下，这个我们当时也是这个有犹豫吧，判断了一下剑马超的问题，因为剑马超回合开始的时候不死的话他也有可能打死主对吧，一个决斗黄忠掉血直接压一刀杀，因为刚才我们是当先的杀物啊，回合中还没有杀过是吧，一刀，没有想到的是直接杀了一个忠臣，这一下就原地爆炸是吧，直接一下这个主公我们就只有一个忠，而且主公还一血一手牌的状态。好，我们虽然获得了智蛮，把这个真蓝已经进化到最高级了，但我们这个还是打不过呀是吧，赶紧拆一下手牌，结果没想到这个剑马超他原来手里是真没杀，所以他动不了是吧，他也不是手反不跳的问题。好，我们直接装一个闪电，毕竟张角喜欢闪电是吧。好，到了主攻，主攻五谷丰登拿一个杀，那马超拿闪那也没有用了对吧，啊，还好他手里居然是一张过河拆桥，哎，那挺好的，直接一下子让我们摸了三张牌，但现在仍然是比较脆的，因为他毕竟一血一手牌，还好我们来了两个桃，就但愿这个内奸介陆逊不要跳了是吧，不要杀主了，这个果然他还是有职业操守是吧，没有去杀这个主攻，但这个曹昂是可以出两张杀的存在是吧，先一刀杀这个主攻，哎，这个主攻可以看到还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玩家，一个普通杀，因为知道他能出两杀是吧，第一个没闪，第二个九杀了才闪，一判出梅花自己回一血，这就很厉害了。好，到我们的回合，内反一连起来一刀雷杀是吧，直接因为我们有冠师斧的存在，随便杀谁都是一样的，直接一刀完了过，我没想到非常搞笑，我们刚好中了闪电，这也就是看出来张角主也是一个，可以看出张角没手牌的时候他的主攻也就是一个是吧，连自己的忠臣都保护不住，可以看到如果这个闪电在他头上中那就见证奇迹了是吧，一个控制闪电为名的张角居然中了闪电，因为他的输出比较单一是吧，闪电是很重要的。好，还好我们手里有个桃对吧，好，一刀我们想去杀这个介陆逊对吧，因为他毕竟一滴血，我们把他杀了过我们可以摸三张，直接我们把八卦阵都灌了，留了一个乐无思蜀，好，直接摸三张把这个曹彰勒住，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还是比较危险的局面，还好这个主公刷了一张桃，可以看到他也留了桃想救我们对吧，好，这个曹彰中了乐，但我们回合那就无话可说了是吧，一个火杀他一过，我们一灌直接藤甲掉血，
可以看到这一局我们也是处于一个可以算是一个逆天翻盘，一个劣势翻盘，对吧？主攻一血一手牌，然后一个忠诚还被我们误杀。这个八号位选出一个黄忠忠诚，只能说他选将是有巨大问题的，对吧？我们以前说过，你不能选出让主攻这个叫什么压力最大的武将。我们这个视频比较多啊，我们就讲快一点。最后，好，这是一局，好，又是一局这个忠诚的比赛。这一局呢，主攻选出了一个蜀香，蜀香呢辅助比较强，也是一个经常存在的角色。我们先做一个将面分析。这个墨字位元素比较偏反，因为它毕竟刷牌比较多，比较厉害。这个蛮虫我们第二期就做过，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将，能让人翻面，大家都要防他翻面，叫刘锦囊，是吧？好，那是一个反贼的存在。别的呢，我觉得都还好。好，直接火攻蛮虫，这个没办法，直接这个庞德呢，因为挂了减一马也比较偏反，是吧？刚好能打到，而且伤害高。好，这个诸葛亮二号位放南蛮，那是一个跳中类的一种存在，是吧？好，这个蛮虫也用了他的那种方式，亮反，是吧？弃不了牌就回血。好，直接一连连我们，顺手牵羊牵我们，那又是一个跳中的表现，那我们妥妥要往后面打。直接一个顺手牵羊，来一个加一马，一吃桃，因为我们当时不知道嘛，我们顺他把他加一马顺过来，这个主公以为我们是反，所以直接自己摸牌，没有让我们摸，我们也装一波反也不错。好，这个曹真来了一个减一马，这就比较厉害了，是吧？曹真比较吃装备。好，这个主公也是故意留了无懈可击让他翻面。好，这个赵云没有距离，是吧？直接拿了一个麒麟弓过来，那也是一个反贼的存在，无话可说。好，我们继续看。好，这个到主攻的时候，这个主攻就比较厉害了，因为这个曹真他这个司敌，他因为手里有一个方片的简易码，是吧？可以看到他弃一张非基本牌，就是跟装备区里的颜色要相同，他弃了一个红色的火攻，使得这个角色不能打出和此牌，不能打出红色的牌，而且结束阶段没出杀，视为出杀，也是曹真。总体说来，这种是比较吃装备的武将，失血呢也还是比较白板的。不过无论如何吧，他这局还是有算不错的表现的。视为出杀是吧？主攻掉血，又到了诸葛亮，这个又来一个红色的，因为他是一个绝对跳中的角色，是吧？弃了一个这个红色的无懈可击，又视为出杀。这个诸葛亮不能使用决斗，而且他杀呢又杀不到，两边都是忠诚，所以他很气，没有出杀又被视为曹真对他出杀，对吧？好，这个庞德直接把他装备下了，这也是很厉害的。我们也就果断跳中了，是吧？一个万箭齐发被这个流氓晕抢了，这个蛮虫我们也弃了牌让他掉血。好，可以看到我们这又是有连弩的存在，是吧？我们先把他留在这儿。这一波这个曹真又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他因为大家连着的，他杀蛮虫过后，蛮虫展示牌，是吧？相当于是一个利用十北的巨兽，然后利用让我们全部都掉血，这一波就很危险了。可以看到主攻只有一血，而且后面是四个这个反贼。这一波可以看看这个孙尚香主攻是非常愣头青啊，如果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会选择翻面。这个蛮虫用一张五谷丰登给他，他居然真的弃了桃，是吧？你这个桃对你多有用，而且刚才他桃是因为这个曹真让他红桃出不了，是吧？否则他吃桃可以觉醒，不叫觉醒吗？摸两张牌，这也是很气，而他也是很愣头青的，他觉得我们肯定有桃，后面六张牌里面直接流氓云一刀，那么诸葛亮救了他，也是一个中类的表现，是吧？好，墨马直接给了这个元素，直接一个雌雄剑，没想到这个庞德也有，然后直接一个火攻诸葛亮，那我们这就很舒服了，是吧？直接一个真男，可以看到我们这是有连弩的存在，其实可以考虑当先，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可以考虑武圣，但由于我们这个红色的杀呢也不是很多，我们当时直接考虑的是选择的是当先回合两个杀嘛，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手牌也不是很多，而且逃我们不太愿意，毕竟要留来救孙尚香的，所以回合外一刀，回合内有可能再摸一个杀，是吧？如果我们选了武圣呢，可能也就两刀的存在，是吧？好，我们继续看这个主攻摸一个简易马很气，没办法，这个很难打了。好，这一波这个他们就在叫这个元素没有把马传出来，当然元素他也有可能有自己的考虑，是吧？他毕竟要弃光牌，他觉得雌雄剑也很重要，所以他这样呢就刚好不用弃这个马，对吧？因为你马其实如果给曹真一样要被庞德拿走的，是吧？他们在这抱怨，相对曹真的有了这个马的话，他可以用他的技能，他可能手里有，让我们武圣用不了，但我们也不需要武圣，对吧？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南蛮入侵的存在。好，后面这个游戏就很简单了，不好意思，直接一个杀，
直接我们把这个让他借刀杀人，我们直接一个南蛮，这个曹真他肯定是不行的。我们之所以拆一下流氓鱼，免得他杀当闪直接把我们的桃气走，对吧？那就比较麻烦了。那这一波直接无话可说，是吧？直接获得五胜，那就直接是又是一局杀戮局了，是吧？直接收全场了。好，这个叫什么元素，如果传了的话可以使曹真让我们这回合不能出红色的牌，确实可能不太一样，是吧？后面就很简单了，根本都不用看了，是吧？这一轮杀下去，因为内奸已经死了，这个庞德肯定是一个中，这个主公一滴血也就是直接结束，是吧？我们还卖卖萌，是吧？还把他的桃这些装备拿出来，因为我们后面五圣配连弩就是毁天灭地的存在，对吧？这就无话可说了，这局好，我们卖卖萌也没什么意思了，是吧？也就没必要再耽误时间了。好，这一局也是一局可以看到主公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存在，但是我们这种神宗直接一波，是吧？直接一波神宗直接连弩突突突全部突死。好，我们最后再看一局，这个视频因为新年特别篇吧，是吧？我们就做一个比较长的。好，最后是反贼，这个反贼呢我们也是刻意选了一场非常有趣有代表性的，因为其实反贼做出视频非常容易，因为毕竟反贼他可以收队友，是吧？杀了队友摸六张，就杀一个主公嘛，目的很单一，不像忠臣要杀光反类，或者是内奸，或者主公要杀光反类，或者是内奸要杀光全场这么难，要选择做反贼你就杀一个人，那不更简单？但是有趣的是我们遇到了一个主公，而且我们是后置位，这个是比较麻烦的，要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闪的话。好，这局就可以见证奇迹了。我们其实刚才有一个九，一个闪不应该换的，但是我们觉得有点差，有一个无懈，有一个九没有闪，但没想到我们换四轮过后换出来的牌更差，既没杀又没闪，而且可以看到二号位有一个贾诩的存在。袁绍毕竟是群势力，是吧？贾诩有可能偏中类，我们是反贼，对。好，别的呢都不太好说，这个狗货比较偏中，比较麻烦，如果他是中的话。黄月英原主位比较偏反，然后左慈张春华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吕蒙没什么特别的。好，我们继续看，直接挂一个正军没什么用，直接一个万箭齐发一放，我们要掉血，无话可说，是吧？狗货直接给他补牌，那果然是忠臣。来，又来第二波，不过是黑的，是吧？这个贾诩也不吃，再给他补。好，这一波就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可以看到我们只有一滴血的存在了，而且如果后面无论一个杀甚至是贾诩乱舞，我们都是一个死字写脸上，对吧？好，这个袁绍呢他不考虑再放，因为他看到这个狗货已经出闪了，对吧？他如果再放的话有可能射死队友，但是其实呢也有一种打法，你即便射死了队友弃光牌呢也要考虑位置，如果你的忠臣在前置位，你射死了后面的反你也要摸牌，也是不亏的，对吧？先弃掉再摸牌，你还可以继续放直接收全场。但是正是由于是一个八号位的忠臣，你前面即便摸了牌的话弃光那也是很亏的，所以这个主公没再放了，就拆了一下张春华，因为拆不了贾诩，对吧？好，贾诩一个拆，其实这个拆没有太大的意思，是吧？好，直接一个 AOE。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呀，这局是一个双类局，我们作为一个反贼关锁是一个非常不利的，而且还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手牌这么差，已经是濒死了，对吧？要忙就忙死的存在，我们现在是非常怕的一个存在。但是没想到的是很有趣，这个左慈首先一刀杀黄月英吃了酒，然后我们就赌黄月英果然手里没有杀，直接被贾诩完杀，是吧？我们可以看到手里是没杀的，没杀没闪，黄月英杀我们直接就是死，对吧？也没酒没逃，即便黄月英没有死，黄月英杀了左慈，比如左慈救回来自己或者有闪，那我们也是一个死字写脸上。所以这局戏剧化，是吧？压轴的一局就是这么有趣。好，到我们的回合可以看到我们摸来了很多杀闪，那么肯定是吧，直接来一个当先。好，当先过后呢我们也可以考虑杀这个戒吕蒙或者杀别的人，因为我们自带协方，是吧？有了一个张春华，但是这是一个明中，我们杀他让他直接一波爆炸，对吧？完杀。好，还好这个贾诩能救，这也比较气。还有趣的这个戒吕蒙肯定也是一个反贼，197级的，是吧？直接也杀他，是吧？我们俩是已经是会心一笑，知道要杀这个忠臣，所以两个都干他，叫你乱放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贾诩一来就放大，就相当于一来放 AOE 吧，比 AOE 还强的一个东西，那肯定是一个忠臣，是吧？消耗杀，消耗队友。好，这个袁绍杀吕蒙无话可说。好，然后我们直接死了一个忠臣，获得了五胜，又摸三张牌。好，这个贾诩直接
这个张春华杀了贾诩，一个郑军下了他一张横兵剑，这也是不错的。但是你四张化身就化身出一个郑军，这个于禁这么差的技能，我也是真的服了，是吧？好，吃了一个逃了左慈，无话可说。到我们的回合，那我们的回合其实因为有红的决斗，直接把贾诩收了，最安全是吗？免得他玩杀莫名其妙名堂多。先顺一下排逃，一个决斗被无懈到，这个诸葛亮直接九当无懈，那他肯定是一个反贼，那就说明张春华是一个内奸，对吧？直接我们一个决斗，那就无话可说啊、哦，主公还有，但那也肯定没什么，是吧？我们还是有武圣，还有当先的，再一刀主公救不了，忠臣阵亡，又摸三张牌，是吧？好，我们这些逃呢，我们可以都吃了，因为队友死了，我们根本不怕，我们也可以呢，再开一个桃园，让大家都回回来，是吧？我们直接把桃吃掉得了。好，这个借吕蒙的回合，他还在，他想觉醒，对吗？没想到这个袁绍没有中乐，这也比较麻烦。直接一个放箭，诸葛亮的八卦也没有判到，是吧？直接一下借吕蒙要死，死呢我们也不怕，是吧？我们因为刚才一不小心把桃吃完了，没想到主公没有中兵嘛。好，当然我们一下获得智蛮摸三张也无话可说。一下子他又来放箭，直接快把这个左慈放死了，但他由于没有距离了，是吧？啊，没有杀了。这个张春华内奸也已经看不下去了，游戏快点结束，是吧？可以看到死了一个泪，还有一个泪。这局只有我们三个反贼。好，我们再来一波距离，再来一波牌，那就无话可说了，是吧？好，那就这个就很简单的这个游戏，是吧？好，再拆一下，再杀，回合外直接再来一刀，是吧？这无话可说了。这个袁绍后面还强行再挣扎了一下。我们这桃都弃了，也就是随便乱打，是吧？金刚剑一刀，左慈有杀，无话可说，直接还给我们睡了一觉，直接再回血，后面就无话可说了。好，说了睡了一觉，这个大家这个叫什么？春节与这个情人节隔了这么近，也祝各位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是吧？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给他送他一个人盾礼包，送他一个5000元的关锁，是吧？如果是打三国杀的妹子玩家，那肯定会更爱你的，是吧？就是极大的提高胜率，是吧？好，这局游戏就很简单了，是吧？我们就看到这儿，这场视频已经挺长的了，是吧？我们也就不再多废话了，然后最后大家狗年大吉，然后